Yeah.
可是他是挥手的呢。好球！拉打拉打，没关系，拉打。收了，五秒哎，五秒哎。好了，好，今天算是惊险获胜，差一点就翻车了。没事，赢了，还好最后。那一球三分续命。命。还有那个空档有进要不然就球了。好球。OK， 差一点、欸。今天真的有点惊险，大家都没有，重点是他们太准，他们中介于超准的，很稳。而且今天尺度比较硬一点。对，就是进去。就是稍微碰一下就吹，稍微碰一下就吹，然后我们都不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裁判就是这样嘛。
们要尊重啊。有时候裁判尺度你没有办法控制，靠实力，你能做的就是打好自己的球而已。因为你去跟裁判去争那些，没有用，他也不会吹，他也不会改判，所以用实力说话，真的用实力说话，好不好？直接三分刺进心脏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下一场继续，好，我们下场见，拜。